两个镜头，这是可变真圈仔，这是普通真圈仔，这是它的型号，这是拾音器，这边是扬声器，它是支持语音双向对讲的，并且支持人员车辆检测，支持 POE 供电。白天这个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工作，晚上会自动切换到400万真圈仔状态。因为400万真圈仔这个镜头采用的是 f1.0 的大光圈，1.8分之1的大靶面传感器，晚上效果会更好。已经接到录像机上了，现在是白天的状态啊，就是这个800万像素在工作。看，贴上是这样的，拿开。在普通事件里边是支持人员检测的，在周界防范里边是支持人员和车辆检测的。在显示设置里边，咱们人工把日夜转换变成晚上。现在是人工把它设成晚上，并且开启了补光灯。现在是真全彩镜头在工作。我把这个捂上，看屏幕，把这个拿开。大家是不是十分关心它的价格啊？前面有型号，大家可以去搜一下，它这个和普通真全彩价格差不了多少。下期视频咱们把它装到室外，看一下晚上的效果。